呢啲其實咧，你哋能夠見到我呢一個咁樣嘅 angle 拍嘢咧，即係證明咗我啱啱咧係拍完咗一大堆嘅普通話片嘅。咁其實咧，我係冇落到任何嘅 effect， 只不過咧係即係用支 cam 拍咧，用咗700几蚊買支 cam 翻嚟，但係佢啲 latency 係多鬼到咧，可能我冇電腦費，我都唔知點解。但今日咧都無阻我教呢個楊千嬅系列嘅亞慶啊，所以今日咧佢哋要教翻幾首楊千嬅系列嘅歌先。OK， 第一首就係我唱過嘅，就是、一首《塔落迷》啦。OK， 呢首歌咧係好簡單嘅，佢係感覺上有啲似葡萄成熟時，因為用咗8個 chord， 即係又係 Canon and D 嗰8個 chord 咧，玩講曬成首歌。所以咧，初學者人都去玩呢首歌，相之簡單嘅啫。In G key 嘅，如果男仔唱咧，可以唱翻 C key， 呢個係我成日都講嘅一個東西嚟㗎。女仔唱 G 嘅時候，男仔唱翻。OK， 先嚟睇第一个 chord， 好简单，好似钢铁是怎样成的一模一样嘅。第一个玩个不能说的秘密 G 俾佢先。OK， 咁啊，唔知你哋有冇啲杨千嬅 fans 入嚟睇，需要拣得深少少，拣得深入少少先。食指放去第五线第二格，中指放去第六线第三格，无名指尾指放去第一二线嘅第三格，数一下。好听嘅话可以玩六四三二线。OK， 咁嗱，由于玩六四三二线嘅关系啦，所以变咗咧。有一啲位咧可以唔使撳嘅，例如食指、尾指都可以唔使撳嘅。OK， 咁就當然啦。如果好正宗咁樣講，當然係要咁撳啦。然後 D chord、bass on F sharp， 食指放去第三線第二格，中指放去第一線第二格，無名指放去第三線第二格，十指公放去第六線第二格。點解用得咁快啊 ？Stop 咗佢，慢慢睇，未仲快。OK， D chord、bass on F sharp， 然後 E minor。Okay， 然后攞命的 B minus 7，食指巴去第二格，用鬼晒力，佢跟住第二线放去中指放第二线，然后放去第四线揾五四三二线 B minor， 然后 C 呢个系学吉他必备嘅第一个 C， 然后 G， 然后 A minor， 佢哋玩过 A minus 7，食指放去第二线第一格，中指放去第四线第二格，揾五四三二线。呢、这个好似拍咗三百几套片咧，都讲咗无数次啊。跟住 D，OK， 嚟一次喎。咁呢个我唱唔到 key 女仔 key， 因为世界怎么讲，你身边类似战车代表新工作，预计你可以黄啊低啊雪啊挚爱不用有啊疑惑，眼中藉着我微妙的手指，因你是个绝世塔罗迷。OK， 好低音啊。咁玩呢首歌咧个 pattern 好简单。六四三二停四三二，六四三二停四三二，或者个拍子我哋咁样嘅 D 三二一，三二一 D 三二一停三二一 D 三二一三二一 D 三二一停三二一。OK， 咁我如果做到示范俾你知道咧，唱嘅时候系点咧，你哋可以咁样跟先啦。唱唔到咧，我 cap 好。嗱，男仔如果真系跟翻呢个教学嘅话 ，cap cap 好。世界怎么讲，你身边女子战车代表新工作，预计你起预计你可以，皇帝说是爱不用犹豫，靠中射穿我未益的手指，因你是个绝世塔罗迷，唯求为你换一世，是听你运势，看着你的身世，遇见我手势，冷暖命那管方位，从来凭我自信，连情人也不信，为何到你口中解说，就算说不通，我亦自在去陪你做这结，甜蜜中占卜结，我必须要准。OK， 咁样玩落去，你发觉都几闷嘅，大佬真系佢首歌真系用呢8个 chord 就系咁样完成佢，所以咧简单嘅程度系我觉得冇得再简单嘅啦。咁你可以用你嘅方法玩，如果睇过好多片，睇过好多次我啲片嘅朋友咧，不妨试下咁嘅。世界怎么讲，你身边女子，战车代表新工作，预计你可以，堂弟说最爱，即系可以咁样玩都可以，咁个 feel 比较冇咁难。咁但系都预咗，可能有一啲会话我睇即系唔系玩咗好耐唔系好叻，咁但系咦又想玩呢首歌，但系我揿咗揿唔到个 B minor 喎，咁点算咧？咁好多时咧，我哋可以用个 D chord 去代替嘅。加埋就咁喎，世界怎么讲，你身边女子，战车代表新工作，预计你可以啊，慢低啊，
说那是爱，不用犹豫波。求中奖，再爱我啊！美丽的手指都可以咁玩，咁用个 D chord 就系你个 B minor， 喺呢首歌度可以试下咁样做啫。咁等你可以试下开头玩咗先都得。女仔唔使夹 cap 到，男仔可以夹 cap 好，夹几多卡咧视乎你自己而定。即系有啲唱到好似郑秀文咁啊嘛，男仔好劲嘅一个，想睇过，咁你揾翻原 key 都可以啦。OK， 咁呢首歌系相当之简单，就系、是、我哋杨千嬅系列第一首嘅塔罗位。中意嘅话可以订我频道 ，and 我 Facebook 都可以，微博又得嘅。拜拜。